从来不说话，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。我从来不挣扎，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，太多时间浪费，太多事要面对，太多已无所谓，太多难辨真伪，太多纷扰是非，在你身边是谁。音乐是比较从小的一个梦想。先苦后甜了，所以就是先苦一把，然后后面就比较甜了。然后演戏也要兼顾，因为要想做一个全能型的一个人。我发现这世界没有那么那么的不同，现实如果对你不公，别计较太多，走吧，暴风雨后的彩虹。也许会落空，自己可以带给这种正能量去帮助大家，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个正能量的我，然后大家就是说，哦，你看他一个小孩又怎么样，然后就会觉得自己也去跟着一块正能量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式的一个作用，我感觉。但其实我觉得我不管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影响力，我都会去想做一个正能量的少年。